给你们看一下西藏的彩虹，漂亮不？过来加个油还能看见彩虹，太难得了，都多少年没有看见彩虹了。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。叔叔阿姨兄弟姊妹好，咱家妞能开这个流浪号已经流浪到哪了我也不知道了，反正就是还搁西藏啊，没出西藏，好像是叫什么扎人呢，一个大山里边哈，离那个109国道已经好几十公里，老远老远一个山里没信号。咱们把车开到这个一个牧民的叔叔家里边了，来体验一下他们放牧的生活。这里边老美老美了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信号。那还有小牦牛啊，还有那个不是小牦牛吗？那玩意儿当宠物养挺好。可不咋的，你们是不是都瞅我呢？外来人员没见过是吧？没事瞅会儿吧。啊，就是听他们藏民说哈，如果说家里有100多头牦牛的，就是土豪。抓了一个。他咬人吗？不咬人。不咬人啊。嗯。哎呦，快把它放下来吧。啊。快快快，给人让开，给占人地盘了。第一次在这个大山里边，西藏的山里边看到成群，一共有这么多的牦牛。这里的海拔是4800，手机是一点信号没有，只能记录一下。这是只回来了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已经跑到那个山上去了，他们今天没回来。这些是已经回来的牛了，这剁的这些都是牛粪。对，都是烧火的。这里的电就是靠这3块光伏板发的电，然后照个明吗？对，只能这样的，这边还没通电。哦，这里是没有电的。这头牛为什么放在这儿了？这头牛它要等一下要养一下，是这个东西，然后它就走了。哦，怀孕了吗？这个肉呀，喝个汤呀之类的，它就可以了。它是不是怀孕了？啊？它是不是怀孕了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要吃肉吃汤啊？他等一下又就过去了。啊、没有没有没行。我头一会儿听说还给牛得吃个肉喝个汤呢。这个牛还是蛮漂亮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藏族的风干牛肉，这块是啥呀？啥是油？牛油。嗯。生的，生的牛油你就吃了？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们都是这样生着吃的啊？牛油，我的天哪，给我嘎了一块牛肉，他还弄了一块牛油，这个是生的牦牛肉，还带着血呢。咱们是吃还是不吃？我能吃不能吃？舅妈现在在挤牛奶，他们藏族是不喝水，喝牛奶的，他害怕。挤的那牛奶都给咱们喝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:10喽，还没有黑天，天还是亮的。这个牛不认识我，它一直在看我。其实他们看我也像我看他们一样，他们觉得我稀奇，我瞅他们稀奇。他在瞅我是哪来的怪物，穿一身红。我告反了。你告反了，你还能告反？那个我喝白酒告反了。好，舅舅就是平时你们休息睡觉在哪里？就是睡觉，就是睡觉的话，就是这个长条的沙发。就沙发上面睡觉。啊，就一人睡一个吗？一人一睡一。你们睡是不是有个双人床睡？对对。不是，我们是这样的，我睡在这里，我妈妈睡在这里。啊。但我就睡在这里，舅舅老婆睡在这里，这样睡的。这是你们就是不分，是吧？这是房子了。
这个是刚才挤了挤回来的牛奶吗？这是刚才挤出来的牛奶，这就是叫牛奶。刚才挤出来的牛奶，现在怎么这么浓呢？先把它煮起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喝。煮开就可以喝了。对，必须得把它煮开，跟开水一样开。开了就我们能喝，也能弄成酸奶。也可以把它打成酸奶。这个炉子要一年四季都这样着吗？还是用的时候就是？我们这个炉子的话，一般情况下一辈子就这么着的。一辈子就这样着的，从来不灭吗？不灭，灭了就怎么做饭呀？那他这里烧的是什么呀？牛粪，一年四季就是牛粪烧的。我的天哪，牛粪还有这么大的作用？它竟然还能像煤一样着那么长时间？火力大不大？大。那这个牛粪不是很臭吗？怎么烧出来没味儿呢？我的妈呀，你就搁手拿进去了？然后我们拿竹烧，等一下。火上面放的水，它水开了，这水很干净。那我们他们不是说高原上水煮不开吗？煮不开，这个是100%开的。你看，开了没有？开了，但它有100度吗？有。有啊。嗯。那我之前他们告诉我说，高原上的水最多能烧到80度。烧到80度，现在可能有100度了。那就是这个是烧的时间可能很长，可能最少得1个小时是烧在这个上面。所以它就会沸腾到100度。你看。今天吃的第几顿饭已经不知道了，估计已经是8、9顿饭了吧。这个就是刚才你们看的那个现挤的牛奶，把它煮熟了，正宗的牛奶，牦牛的牛奶。这里还有一碗牛肉面，先尝一下这个牛奶的味道。这个牛奶特别的好喝，不像咱们内地那个牛奶特别膻，有股味道，这个没有，特别的清香，入到口里非常香。客气没大。看他们吃面吃的好香。你看这两个脸蛋高原红。对，这就是高原红。香吗？他们那个当民的孩子都特别懂事，特别乖，一天我都没见他哭过，没见他闹过，饭都是自己吃，水自己喝。哎呦，烫着了！哎呦，吹一下。吹一吹。哎呀，好香啊！